病况。阿嬷，您现在的牙齿的状况，就是说整个骨床萎缩的比较厉害。几个月前，这位68岁女性牙周病患者，牙龈经常流血，牙齿摇动，没有食欲，因为牙周病严重，细菌堆积在牙垢上，产生毒素，造成发炎，降低胰岛素运作，甚至影响她的糖尿病情况。生生，哎，不舒服啊，会影响到你食欲吗？当然不会咯，因